三二一，台北最嗨新年城正式启动，哟呼，耶！好，我们请大家先往舞台这方退过来，来，请市长，市长来，大家欢迎来，副总来 ，Nick 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，市长，市长。好，哇，我们看到这是刚刚特别说的坚持乡的小朋友，这是市长今天邀请来参加德贵宾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大营的吉祥物，我们熊赞今天一起来到这里，这个希望从这个跨年的这一天开始，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迎接市大营的心意。那今天坚持乡的小朋友来到这里是市长的贵宾，市长也特别准备一份礼物，我们请这个受赠的代表往前一步。啊，市长，这是要送给小朋友的礼物，来，小朋友往前一步走，市长在您前方这位小女孩来收下礼物，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些吗？拍拍手，谢谢市长。市长特别把他们这些优秀的孩子重新组请到台北来，希望让那个外地的朋友也可以一同感受到台北人的温暖跟热情，也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主题——爱。那这就是市长之爱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来，大家先跟市长一起来合照一张，好。来。Nick 跟安心雅准备一下，我们即将加入拍照的行列。来，好，台上这一组照片 OK 了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加入拍照。周汤豪、安心雅在市长爷一边。来，汤豪你站在熊赞的旁边。对，然后安心雅你去站在市长的旁边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合照一张。这是我们今年2017台北最嗨新年城的爱心大使，跟着我们的柯市长。一起在这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台北，一起跨年嗨到新的一年的第一天。那今天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2017世大运的那个熊赞一起来到这个地方，预告明年的台北不一样，将会充满活力。来，正前方我们一起看向摄影群，来来来。好，在此拍照的同时，也要跟大家特别在做报告，商圈将会有一系列的装置艺术，也非常感谢商圈所有的朋友的一起的协助，还有包括请大家这个爱玩客杂志、环乐杂志12月号都会提醒大家怎么吃、怎么喝、怎么玩。然后在拍照过程当中，下一组照片即将要进行拍摄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引导今天莅临现场所有贵宾，好不好？来到台上，来，发言人，两位发言人请上台，警局长麻烦请您，还有三位副总，还有商圈所有的代表，来，我们一起就。来，熊再往后退一步哦。来，我们站到市长旁边。来 ，Nick， 好，市长，好，来，我们就穿插在这是一张这个大合照，商圈的代表，来 ，Melavita 的，来各位，还有那个 ITT 播放的朋友，好，是989的代表。来，我们请大家上台，这是大合照，大合照要有温暖的感觉，没关系，怎么站都可以。我们要这个告诉大家，台北的这一个跨年活动是由我们大家众志成城，一起希望台北更好，然后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共同来协助，还特别请到了这个外地来的好友，就是我们市长的贵宾，台上的大家都会是今年为大家安排一场跨年盛典的最重要的好伙伴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穿绿色衣服的摄影机，来，在正中间。好，好，来，正前方摄影群看一下 ，OK。好，来，大家视线一起往左手边的摄影群看一下，来，谢谢各位，今天来的摄影机非常的多，麻烦请大家眼光简单扫一下，感谢大家的到来。商圈在接下来的一整个月，一直到新年之后，都会有非常特别的装置艺术。那么在跨年之夜，不要忘记一定要来台北听演唱会，到台北101看烟火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右手边摄影群，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最后的照片拍摄过程，请大家还有3秒、2秒、1秒，来，热情掌声，谢谢台上所有的贵宾。